3、2、1，起床天价。到了一场小小啊，徛伫工厂车顶端，将阿包也落来，予大家的民众捡，民众是手甲真欢喜。小小啊指出，这次因所举办的木国间结合年会市集的活动，并无收任何费用，但是每一个店家拢会捐赠价值5000元的礼品，来赞助这项红包大放送的节目。喜从天降红包大放送，因为咱老无甲咱这些店家收取任何场租，所以请因提供5000元等值家己的物件，啊，出来予咱哦，好康的大家来抢啦吼。今仔最大的奖是咱的平板电脑哦，啊，搁有卡牌的衫，啊，搁有咱在地足优良真好的物件，所以说讲是有食搁有抓，啊，欢迎大家吼，爱小酒小餐哦，进来哦。这项喜从天降红包大放送的节目，每天进行5遍，上大奖是平板电脑，但是一天加上送出一台。今天的幸运抽到电脑的民众是来自岛南镇的陈建中，伊个人总共抽到4个红包。你抽到几张？4张。哦，啊、你抽到4张哦。5张。哦，你抢到4张啊、哦？哎呀，啊，这一张这就是其中一张中的啦哈、哎。对。啊，电脑准备送给你哦，哈。哎呀。哦，啊，有没有很高兴？还有谢谢爸爸不？有爸爸谢谢。你欢迎最高顾问丢立先，今仔日也来甲大家同乐。伊强调，婚礼的木瓜干唔但好食，够营养，而且外形真喜气，是过年送礼上好的礼品。我们的茂谷柑呢，其实就是最甜美的，尤其呢在冬季啊，这是一个盛产的水果。那这个水果呢，不但啊营养丰富，而且美味可口，甚至哈啊纤维值也非常高，适合非常老少咸宜都非常适合。到了市年会市集的活动，12号礼拜日阁会进行一天，有想要来抢红包、丢电脑的民众，要把握机会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